好，这是封罐机的试机视频。好，这是罐子，这个是白大熊，这个是光电自动下盖的，因为盖子不够的话，只能说先拿个金属的东西遮住，然后这个感应灯亮起来，这样子的话它才会自动下盖，不然的话盖子不够它是不会自动下盖的。好，啊，这个是胸带调速器，触摸屏，好，开机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好，开机，欢迎。好，挪过来。OK， 好。中边个国家用啊？